Yeah. <laughs> 进来的同学，稍等一下啊，我们的课程稍等，稍后开始。晚上好。 好的，那同学们好啊，欢迎大家来到中文路的直播课堂啊，我是今今天大家的主讲老师胡老师。那么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要提醒大家，请大家准备好自己的，检查好自己的设备啊，看看自己的网络 O 不 OK 啊，看看这个自己的这个上课的环境，包括后面的背景，自己的衣物整不整洁啊，那么。 呃，有机会啊，一会儿老师会提一些问题啊，希望大家呢可以踊跃的告诉老师，并且跟老师互动。那么你可以点击你下方的这一个小手啊，举手啊来举手呢，呃，跟老师互动，老师可以跟你进行面对面的交谈。那、哎、这样对大家的中文来说呢，也是比较有帮助的啊。那在跟老师互动之前，一定要确定好自己是。 环境是比较安静的啊，然后呢，自己的这个背后啊，这个身这个身上穿的衣服呀，都是比较整洁的啊，那么可以给我们一个良好的上课环境啊。好的，那我们的今天课程呢就正式开始了。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数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啊。那么大家啊之前学过的一些知识呢，都会知道啊，中国人。 对一些特定的数字啊，感情是不一样的啊。中国人有很喜欢的数字啊，有也有不喜欢的数字。那么是为什么呢？每一个数字又是代表了什么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学的。希望大家啊能够啊认真听老师讲的。有什么不懂的呢？可以告诉老师啊，老师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这样一首诗啊，中国的古诗啊，有这样的一首，大家来看一下，这首诗啊叫《山村咏怀》啊，《山村咏怀》是宋朝人，这个宋朝人邵康节啊，这个宋朝人写的，我们来看一下诗句啊，一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老师再读一遍啊，这回呢，跟着老师一起读一遍，好吧？啊，啊山村咏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哎，很好，这首诗啊并不难，很简单，对不对啊？你会发现这首诗比较有特点的是什么呢？哪里比较特别呢？可以告诉老师吗？很好啊，有一到十。 十个数字，对不对啊？那么有没有同学可以用自己的话说一下这首诗讲了什么呢？想一想，这样四句话讲了什么？也就是这首诗。 是什么意思呢？想一想，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有没有不懂的？有没有不懂的词儿呢？ 都想一想啊。好的，那没有同学说，老师告诉大家，好吧？啊、呃，那看一去二三里是什么意思呀？我一走，对不对？走了多久呢？走走了多远的路呢？大概是二三里的路啊。那么这个二三里的里，哎，是形容路程的。 就是这个古代中国古代的用于形容啊路程的，我们现在都叫啊我离这儿五百米，对不对？两百米，我们用米、千米，哎，这样的词，对不对？那么古人用什么呢？里啊，走了二三里路，那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村子啊，有一个村子，有多少个人呢？啊，有多少座房子呢？哎。 有四五家房子，四五家房子啊，那还看到了什么呢？路上有亭台啊，有凉亭，或者呢有楼台啊，这样的景点可以登上去观看景色的地方啊，有多少座？六七座啊。那么路上还有什么呀？那个时候是春天，还开满了花。 啊，八九十枝花，所以讲的就是他这个出去啊，走远行啊，看到的景色，对不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用一幅图来看一下，对不对？你看他们走了二三里啊，看到了哎三四家啊。 那么这个三四家人家，这个村子嘛，对不对？那你看亭台啊，有这个五六座，还有八九十枝花，是这样子的。嗯，那么这首诗呢，就通过简单的数字啊，很简单，一二三四五六七，对不对啊？经过诗人的妙笔，哎，他写的很好啊，展现了一幅安静美丽的。 啊，山村风景图，山村风景图，对不对啊？是在这个中国那个时候的，不是在城市啊，是在啊乡村啊山子啊山林里边的啊这样的景色、啊、那么简单的数字，有时候呢也会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啊，我们平时说的“一二三四”。 在不同的人心中有不一样的意思，啊，可能这个一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啊，那对于美国人来讲呢，哎，又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好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我们呢要解决这几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汉字的数字。 中国人啊，使得他们这个中国人写的这个数字啊，是怎么起源的？哎、呃，它的起源是什么？从哪儿来的？刚开始是什么？后面又变成了什么？啊，这个我们要来解决。那第二个问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基本的数字，简单的数字，在。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含义是什么？也就是中国古代的人觉得一到十有什么样的内涵？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现代社会，也就是我们现在啊，中国人这个现在的中国人又给了一些特定的数字。 什么样的含义呢？啊，数字又有哪些新的含义呢？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哎，不要着急，我们先来看古代数字的起源。中国呀，数字起源于商朝，甲骨文啊，好几千年以前了啊。甲骨文是什么？大家有知道吗？ 甲骨文，有没有同学知道甲骨文是什么？也就是好几千年以前的中国人，他们是怎么样写字儿的？他们是怎么样写数字的？那么他们当时啊，哎，没有纸啊，没有纸了，不像我们现在都有纸，对吗？啊，那个时候可没有。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把文字啊或者数字呢记在骨头上，牛或龟啊牛的骨头上或者龟的骨头上，哎，这样子呢，我们把这种的东西叫做甲骨文。你可以看这幅图就是甲骨文啊，这是好几千年以前的骨头啊，人们在上面刻了数字，啊、刻了汉字。 那个时候的中国祖先呢，已经能够用数字记录十万以内的数字。十万呢、啊？十万。十万等于多少呢？十万，大家知道吧？十，中国人是这样的，十，然后万，万是多少？四个零，对不对？哎，十万。 十万以内的数字，在几千年的时候，几千年以前，中国人就会记录了。哎，很好，起源啊！刚刚老师看到啊，有人同学问起源是什么意思？起源是什么意思呀？也就是它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它是从什么时候有的？为什么刚开始会出现这个东西？ 这就是起源，发起的源头。好的啊，我们再来看啊，那你知道了，有好几几千年以前，中国人就会在骨头上写这种数字了，对不对？而且能计算多少十万以内的数字。那么公元前一百年，哎，大家要知道这个公元前一百年，我们现在是公元二零二零年。 对不对？那公元前一百年，这也是两千多年前的事儿了。两千多年前呀、啊，春秋时代，中国人开始使用算筹来进行计算。刚开始，哎，只是记录。你看，刚开始的这个记在骨头上的，只是记录啊。有我有一个手机啊，那他们肯定没有手机了，对不对啊？我有一个苹果。 啊，我有一个妻子，一个、两个、三个，这样记下来。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呢？哎，怎么算呢？比如说，我我有一个苹果，那你给了我两个苹果，我现在有多少个苹果？这要怎么算？这对古人来说，两千多年前、几千年以前的古人来说也很难，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知道一加二哎等于三啊，3, 是这样子的。那古人怎么算呢？哎，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用算筹来计算。算筹是什么呢？是画有方格的算板啊，和一束粗细相同的竹枝或者树枝啊，来排出不同的数码进行计算。 你看啊，横着的和竖着的啊，有两种。你看啊，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那他们会，你看他们就会这样算了。你看这是多少啊？这是三，对不对啊？然后呢，这是五啊，然后这是一二，对不对？哎。 然后这怎么加起来是多少，对不对？他们就会这样算啊，也就是那个时候肯定没有纸嘛，那他们怎么算呢？是用啊这种竹子、木头啊摆着算的，对不对啊？怎么样来计算数字？啊、这是算筹啊。那么南宋的时候，宋朝的时候啊，有一种流传于民间啊，也就是在中国的老百姓、人民之间。 很流很流行的一种数字，是由算筹演变而来的，这就是啊，中国数码又叫花码，哎，中国数码又称花码。那么至今呢，现在如果大家有去香港啊，如果大家有去香港呢？ 碰到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地方，他们还是在用这些来计算数字的，啊，还是用这些来记录数字，啊，比如说这个，嗯，他们会用这样的，哎，这样的就是五的意思，啊、这就是五的意思、啊，他们不用这个我们现在用的阿拉伯数字，啊，他们用这样的数字，哎，来计算，比如说这个，呃，一些海鲜店吃海鲜的地方，在香港。 啊，包括你买药的地方啊，买了几两药啊，这个几个几几两几两啊，他们是怎么怎么给你记录呢？哎，是用这样子数字来记录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这个一二三一二三，跟这个算筹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六七八，这个六七八啊，跟两千多年前的。 这个算筹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啊？你看他们就是从这里来的啊。那用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到现在香港人还在用这个啊。那么可能大陆啊，中国呢，大陆呢，大陆里面用的比较少了啊，但也不是没有啊。那么这个下下面这幅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这个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呃嗯。 美剧啊，美剧叫这个《神探夏洛特》，有没有同学听过呀？《神探夏洛特》啊，Sherlock 啊，就是那个福尔摩斯啊，福尔摩斯啊那部电影啊那部剧，哎，有同学听过啊？那其中有一集啊，它是一个电视剧嘛啊，其中有一集就出现了，哎，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串，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了啊，然后他们后面才发现哦，这是中国的。 花码啊，那么这个几个代表了不同的数字。你看这个老师能看到的，这就是这就是五，对吗？啊，然后还有不同的哎，不一样的数字都代表了什么？他们后面才搞明白。这是中国的花码啊。那么现代汉字中的数字呢，分为大写和小写两种啊。在现在的银行支票。 和合同协议、账目单据等，我们中国人仍然会用大写的数字，以防范不法之徒作假。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小写我们现在大家学的这些啊，这个呃一、一二三四啊这种的中国数字，它是小写的。那么。 一二三四，那么比较难的，你看到下面这种比较难的，哎，你看到下面这种比较难的，这是大写数字，为什么会？我们在一些，比如说老师啊、呃、签合同。 啊，我们说，呃，我跟我找工作呀，对不对？啊，找工作啊，我给你,你这个老板答应给我，比如说一个月开啊五千块钱，那我们要怎么写呢？我给你开五千二百块钱一个月啊，我们不能这样写啊，五千二百元，我们要这样写，五千二百元。 为什么呢？如果你写这样啊，五二零零，很容易被改呀、啊，对不对？很容易被改啊。比如说很，很有几个数字，你这个嗯、呃，还有小写的数字啊，小写的数字也一样。你看，如果写这样子的，那是不是加上一笔就变成十了呀？对不对？这容易被改的啊。那呃，比如说这个呃二。2, 加上一笔就变成三了、啊、阿拉伯数字也一样，一样对不对？啊，你看，呃，之前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故事哈，之前有一个故事哈，就是呃，中国的一部电视剧里啊。 那这个人呢，这个很喜欢用阿拉伯的数字啊。那包括跟人签的合同呢，就是把人给骗了啊，用的是阿拉伯的数字，说你要赔我一千块钱。那么这个人没有一千块钱怎么办呢？啊，他趁他不注意，在这个一的后面加了一个点啊，那就变成了什么呢？一点零零零，哎，就变成了一块钱，对吗？啊，就变成了一块钱，那就很容易了，对吗？ 这就是呃、啊，用阿拉伯数字啊，阿拉伯数字还是比较有风险的啊，所以在正式的涉及到钱的数字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用这样大写的数字，大写的数字，知道了吗？这个很重要啊，大家今天呢要大概记下来啊。你看一，1, 这是零，这是一，这是二，三，哎，三的下面有一个这样的。 然后这是四，放肆的四，五，六啊，这个如果大写的念六啊，七，八，九，十，百，千，万啊，当然这两个万啊，一般来说写哪个都可以啊，写哪个都可以。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阿拉伯。 数字我们现在用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个嗯、呃，传入中国啊是在十三世纪了啊，也就是距离我们也快有一千年了，对吧？啊，但是迟迟呢没有被中国人使用，为什么？那时候中国人还是比较习惯写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字的啊。那么直到二十世纪初，哎，也就是也就是一百多年前，对吧？ 啊、嗯，那人们在文化的生活中才开始大量的使用阿拉伯数字这个也是因为阿拉伯数字这个在网络都比较好用，对不对啊？现在网络的编码什么一零啊一零啊这样子的比较常用啊，所以现在大部分人都使用的是阿拉伯数字。那么一些特定的场合，刚刚老师讲了，对吧？啊，要这么早睡吗？还没到呢啊，还没到时间呢啊。 呃，这个才开始使用这个呃阿拉伯数字啊、呃，来回答老师几个问题，看看这一串代表了哪个数字呢？看看有没有同学知道，如果有知道可以举手哈。 D 啊，不对，打错了，不是第四个，是哪个呢？嗯，知道了，它其实是 C，这叫八十二万九千七，八十二万九千七。 八十二，82, 然后万九千七，啊，这个呃，省略了一个九千七百啊，最后的这个百字儿省略了，对不对？这是八十二万九千七那么这是多少呢？八十二万九千零七十，这叫八十二万九千零。 七十，70, 这样子的，嗯，好的啊，再来回答老师一个问题啊，看看这是几。 嗯，都答对了啊！那这是这是六，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七，很好啊，很好。好，那我们现在呢，哎，就来学习一下中国数字里面，在古人眼里，一到十这十个数字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内涵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数字一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的《道德经》里面说的一句话。你现在不理解啊，没关系，很正常啊。那以后如果你对中国的这个哲学感兴趣的话，哎，可以多去了解一下啊。那。 还有啊，庄子啊，一句话，儒家的这样一句话啊：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是什么意思呢？哎，我们来看这几个数字啊，这几个天人合一，久久归一啊，一一见如故，一见倾心，傲逆一切，一生一世。 一统江山，浑然一体。所以，在中国文化里出现一呀、啊，古人认为一是万物的来源。你看啊，道首先生的是一，第一个出现的是一。那么一呢，是一切的来源，由一可以变换成啊无数无穷那么一，它是代表最小的，九九归一嘛。 但是这个一也可以表现无限的大，啊，这个是哲学的思想啊，就是辩证的，它既是最小的，它也可以表现无限的大。那么它还有完整统一的意思啊，江山一统江山，浑然一体，浑然一体是这个意思啊，浑然一体，所以一。 啊，它表现了最小无限大，还有统一整体这样的意思，完整的，是这样子的。这个记住了。我们来看二二呢，代表了中国。你要知道啊，那么在道家的文化里啊，有这样的东西，大家见过吗？老师画的，嗯。 这个笔没办法画的很好，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嗯，按理来说啊，这不叫八卦，这个叫太极，太极，这个呢叫太极，这也叫阴和阳，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对吧？所以它叫阴和阳，所以呢。 这个数字二在古人的心里就代表了啊二元论，万一切事物都有阴的和阳的，正的和反的，那么一切事物都有正反的两面呢，所以它也就代表着对称啊。那你要知道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很喜欢对称对偶啊，一定是两个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 西方人啊，这个欧洲人，他们的建筑里面啊，哎，他们的文化里面，包括他们的一些画啊什么的，有有有的人喜欢啊不对称的啊不一样的美，对吗？但是中国的古建筑，如果大家有看过故宫、天坛，啊，这个北京的，尤其是跟啊皇帝、皇家有关的这些建筑，它一定是对称的。 你一定是可以用一条中线把它分开的，对不对啊？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喜欢对称，啊，这是中国人很喜欢对称啊。那么二龙戏珠，二泉映月啊，那么二也是双，对不对？两个的意思嘛啊。所以中国人都喜欢好事成双啊，就是好的事情。 会发生两个两件好的事情，如果同时发生了，哎呦，双喜临门啊！比如说啊，那我我考啊，我家孩子考上大学了啊，那然后呢，这个我呢，这个我的朋友啊结婚了，哎，这一下两个好的事情同时发生了，这叫双喜临门、啊。这个中国人会更加高兴，觉得是两个的就会更加高兴。 那你看，刚刚老师说了，中国古人认为什么都有两面，都有阴面和阳面，是不是这样的呢？哎，还真是。你看，有白天就有黑天，对吗？有晴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哎，就有雨天下雨的日子；有高的就有低的，有湿的就有干的，有冷的就有暖的啊。 那么有男的雄性，也有雌性，雄和雌有生也有死。那如果呢，只有一面，这个中国人就认为不和谐了，就不好了啊。所以呢，就是有阴也要有阳，两个是相辅相成，共同的存在的，谁也不能少了谁，这个意思。这是二的意思。 那么三，刚刚说的这一句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看三生万物啊，三啊，这个三思而后行啊，要这个事不过三啊。中国人常常说的这几句话啊，三思而后行，事不过三。这里面的三啊，中国人认为三就是一个比较多的数字，一二。 哎，都是比较确定的数字。那么三呢，就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多的数字。所以三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文章里面，它是泛指多的。啊，这里的三呢，是指虚指，不是真的说啊，三思就是三思而后行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说我要经过三次思考啊，第一次思考，第二次思考，第三次思考。 然后再行动，不是这样的，他反而是说我要经过多次的思考，后面然后行动啊，然后事不过三，这个也是说你一个人你要遭遇了碰到了好的事情，或者碰到了坏的事情，他不会太多的啊，那在碰到了一定多的这个好的事情呢，反而他就会接下来就碰到坏的事情。 对不对？那如果你一直一直一直都是碰到坏事情，那么下一个它不会太多的，一定会让你再碰到一个好的事情。它是指泛指多的啊。那么二刚刚说了，二是阴阳啊，所以一是，一是什么起源开始，对不对？一由一演变成了二，二就是阴阳嘛，对不对？ 阴和阳在一起，后面有了人啊，那么人加上了这个天地人在了一起，这才叫三生万物，才有了世界上各样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是三的意思。大家啊，有不太了解的啊，不太懂的啊，那没事儿，可以先听一听啊。如果有兴趣呢，可以进行。 啊，这个深深刻的了解啊，这个是中国的一些哲学的思想啊。我们来看四啊，中国人很喜欢四，四呢是一个很稳固的数字啊。那么四有什么呢？这个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不对？这就叫四象。 那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就叫四季。所以四象四季，中国人是比较的崇敬和崇拜的。那么后来许多的活动也都是根据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说四象啊，中国人认为在四个方东西南北有不一样的这个吉祥。 有不一样的这个代表，嗯，四季四个季节要吃不一样的东西啊，要过不一样的节日啊。那还有五湖四海，哎，这四个海啊，是指的中国古代认为的啊，什么南海呀、北海呀、啊这个渤海呀，还有这个还有呃这个反正四个海吧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泛指啊，是指中国的人的地理概念。 这是四，那么五呢？哎，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了。中国人认为五啊，这个是跟五行有关的，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这是一个呃，我们可以去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啊。那中国人认为啊，世界各种的物质。 是由这个五个基本的物质组成的，金、木、水、火、土，每一个不同的东西，它都有这五个不一样的属性啊。比如说，你是这个什么东西是属水的，什么东西是属木的，那么它们之间呢，又是相生也相克。比如说，火可以生土，那么木也可以生火。 那反而呢，水可以克火，啊，这个是五行的一个理论，啊、大概的图示就在这里啊。那这个跟现在生活有关比较多的呢，是中国人的起名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哈。中国人很多，如果说有比较相信这个学说的哈，那有的人是按照这个起名字的，比如说有的人你会发现他叫。 嗯，他叫王淼，哎，这个字念淼。比如说，他这个名字叫王淼，如果是他是按照这个，哎、呃，这个按照这个传统理念起的这个名字呢，你就会发现哦，那是他是五行缺水的，为什么呢？这个王是他的。 这个王是他的姓，对不对？那个淼是他的名。你看淼有几个水呀、啊？有三个水，对吗？啊，那可能是他认为啊，他的这个命里面是缺水的，所以要给他起名的时候尽量起多一点水，跟水有关的。这王淼。这个有的人会这样的，当现在大多数人可能啊不会按照这个来起名了啊啊，但是还是会有的。 那包括中国人认为啊，现在我们都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啊？七个音。那中国古代呢，认为有五个音，叫宫商角徵羽。伦理啊，人们应该遵守的道德有五个，叫仁义礼智信。一夜啊，一整个黑天，黑天的时候，把时间分成了五个阶段。 五经，一经、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啊，从一经开始入夜，到五经了就快天亮了，这、就是五经。所以跟五也有很多关系。我们往下看看六，六呢被认为是统一和和谐的。在数学中，六是一个完全数。什么是完全数呢？哎，就是它是十以内呀、啊，哎，这个。 呃，能够被它除尽的数字加起来等于它自己，那什么意思呢？呃，六可以除掉一，对不对？六除一等于六，六除二等于三，六除三等于二，那么一加二加三正好等于六，所以它比较和谐，比较统一。那么我们会把亲戚关系分为六亲，会把这个女的。 啊，这个女人怀孕的时候，称为身怀六甲。天地四方加起来为六合。那么六是一个吉祥的数字，顺利的意思。六六大顺，六畜兴旺。啊，这个六畜是指中国跟农业有关的六种动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所以这都是跟六有关的，所以中国人很喜欢六这个数字，这是很喜欢的六。那么来看七，七，中国人的古代里面的七带有神秘的色彩，你会发现天上有七星，天上有七星啊，北斗七星，对吗？大家如果有有知道的啊，七个星星。 它们之间连在一起啊，大概是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啊。北斗七星，嗯，这少画了一个北斗七星，对吧？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啊，在北方，它指引着北方的方向啊。人们古的时古时候就认为这个七星是一个很很有神力的星星啊。那么人的感情有七情，叫七情，七种感情。 色彩呢有七种，七种颜色；音乐有七音，诗歌有七言、七绝、七律；人有七窍，七窍就是这个啊，什么嘴巴、鼻子、耳朵啊，眼睛，加起来是不是七个？对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窍嘛，七个孔。 那么民间传说啊，牛郎织女在七月七七月初七啊，他们会在一起相会，他们在一起约会啊，所以中国古代的情人节也在七月初七。那七呢，有的时候还跟死亡联系在了一起，说孔子啊晚年做过一个不祥的梦，梦到他要在七天之后就死去了。 所以呢，中国人家里如果有老人呢、啊，如果有家人去世了，那么隔七天的时候，我们叫头七，每隔七天有一个忌日，比如说烧纸啊，呃，像他这个那个一些这个纪念他呀的活动啊，都设在他葬礼举行的后七天，头七啊，再后一个七天。 这个二七三七四七这样子，七天一个祭日，这跟死亡有联系，所以七是一个比较神秘的数字。那么八呢，也是协调统一的标志。古人认为啊啊，中国的这个古人认为八常和喜庆和发财联系在一起。比如说神话传说里有八仙过海。 对，八个神仙很吉祥啊！周易里面刚刚有同学说的八卦，八个不同的卦象。啊、兵法有八卦阵，日常的生活人们笑迎八方客，喜吃八宝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啊？尤其是在这个呃一些特定的节日的时候，会吃这样子的八宝，八种不同的谷熬成的粥，八宝粥，还有八宝饭。 啊，八种不一样的东西啊，做在做做成的一个这个甜的啊，一个吃的八宝饭。那么八方刚刚说了有四方，对不对？东南西北，再加上四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啊，这八个方位指八方。哎，这是八，也是很吉祥、很吉利的中国人很喜欢的数字八。 九呢是数的极限了啊，它呢九是我们一到十啊，一到一到这个单数里面的极限，对不对啊？如再上面这十就两个数字了，一和零在一起了，对不对啊？不是，那九单数的一个极限，对吧？嗯，所以在古代的数字里分为阳数和阴数啊，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 那九呢是最高的啊，在阳数里面，奇数就是不能被二除的数嘛，对不对啊？这个九不能被二除吧？八可以被二除，对吧？九不能被二除。那么在这个九就是奇数里面，阳数里面最高的，所以呢，它居正中间。所以中国的皇帝会称他自己为九五至尊，九五至尊。 然后呢，你可以看故宫，故宫的这个呃台阶有几层呢？有九层，有九层，这都跟皇帝最高的天，哎这样子的有关。九，你看这个形状，这个形状，这个九又很像一条龙，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跟皇帝啊、帝王啊、权力啊有关。嗯，人们说这个天上。 有原来有几层啊？有九重天，有九重天，最高的那重天就有天上的皇帝，天玉皇大帝，对吧？九重天，所以这个跟权力有关了。九，那你看十，这是这个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古建筑，叫十七孔桥。那它的这个桥洞为什么会建成十七个孔呢？ 为什么会建成十七个空呢？你可以看看啊。那么它是从正中这个洞是最大的洞，这个洞最大的洞啊。那从这个最这边走到这儿，这是有九个洞。那从这边走到这儿也是有九个洞，九和九加在了一起，这个就是帝皇帝最喜欢的吉利的数字。 所以要把它建成十七孔桥。嗯，那有同学说，那、啊、直接建成九孔不更好吗？但是你怎么说呢？就是吉利的象征嘛，对不对？两个十，两个九加在一起了，然后有正中间吗？为什么不是十八孔？十八孔正好两个平分了，不是？他要一个中间的，有个重合的。那么站在这儿的人是不是地位是最高的？对不对？ 十，哎、呃，十呢也有，它是一个终极的数字了，代表着完成，完成了啊、呃，事物的永久，这个十，啊、那么这个容易生变化啊，那么到了这个一定的极点，我可能这个一路上很顺，一直一直升高，高到极点以后，接下来可能就要往下落了啊，所以乐极生悲，这个凶险，它既有吉祥也有凶险啊，你看。 十全十美，这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达到了完美，那十恶不赦，这就是坏的一个极点，这、就是十。好的，那接下来老师一个问题哈，八方是指什么？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老师？ 八方是指什么呢？还记不记得？你好。 能听到吗？听不到,听不到吗？这位同学，老师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啊。嗯、啊、嗯。啊 呃，老师看到有同学说的，看看啊，东、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哎，这是错对的啊。四方说对了，西北西南啊，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哎，对了。四方和四隅，这个都记住了啊。心爱很厉害啊，对，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对不对？ 这是八方啊，那么还有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了什么呢？再想一想，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了什么呢？ 嗯，完整，还有吗？六，这个数字，除了完整还有吗？我们要不要回忆一下呢？ 来，我们往回看啊，六，看六，统一和谐，对不对啊？包括呢，顺利，即将这样的意思啊。六六六大顺，六处兴旺。 好的，那这个有个了解就行啊。大家有感兴趣呢，可以进一步的去呃去学习啊，进一步的去学习啊。我们来看一下现代社会里的数字的新含义啊。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呢，我们被一串串数字包围着，对吗？啊，出去呢要用身份证的号码，大家到了中国要用护照的号码，对不对？而且我们都有手机的号码啊。 那如果大家会开车的话，要有车牌的号码，包括生日啊，跟自己的爱人啊有结婚纪念日啊，这个几周年的纪念日，对不对？不同的日子、啊、那么各种的数字，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数字。那么中国人在现在的社会里，现在的生活中，不一样的数字又代表了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含义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数字。 本来就是一种计数的工具嘛，但是因为啊一些谐音，谐音是什么呀？就是汉语中的某些字，它的发音相同，跟这个数字的发音是相同的啊，就有了不一样的意思。比如说，人们在选择数字的时候，往往选择八九、哎，哎这样的吉利的数字，而不选择四七。 这样的不吉利的数字是由于谐音造成的。为什么八？它的谐音是发，八发听着很像，对不对？发就是发财嘛，有钱的意思。九，它的谐音九，这个九长长久久，这个九。那么四，谐音很很很很清晰，对不对？死不好。 死不好，不吉利。气，七七，生气，对不对？生气的气，这也是不吉利的。所以，在中国有这样的现象啊，比如说人们的手机号啊，这个幺五零四八零二，呃，这个几几几几，对不对？哎，这样的手机号，如果会出现连续好几个一样的数字，尤其是八八八八，三个八、四个八连在一起，非常的贵，特别贵。 啊，包括这个，嗯，什么幺八八八，幺八八八，哎，这样的数字都是非常贵的，包括车牌，对不对啊？车牌要八八八啊，九九九这样的数字也很贵，连连续的三个、四个都很贵。你像，我觉得我呃，老师自己家里的车啊，这个数字也很好。 老师自己家里的车的这个车牌号啊，其中有这样的一串数字，三个数字，幺六八啊，能有同学告诉我为什么老师会觉得它比较好吗？哎，朱芬答对了，因为它和一路。 啊，一路发，听着很像啊，幺幺六八一路发，这个有谐音，哎，很好啊。那你看看不同的啊，不同的这个数字有不一样的谐音啊。这个一我们都会读幺，对不对啊？幺幺二二三三三四四五五啊六路。6, 6, 这个七气起八发九九九啊，这样子的啊。那么尤其是四啊，这个不吉利的数字、啊，包括有一些做生意的这个大楼里面，你会看到啊，尤其是中国人比较多的地方啊，没有四楼，它会有一楼、二楼、三楼，然后就是五楼啊，没有四楼。那还有这个现在的一些节日也跟这个谐音有关，中国人会归。 会会在五月二十号的时候会过我爱你，对不对？我我爱你这个节日也是现在的一个情人节之一了，对不对啊？五二零嘛，我爱你。二零一二年的一二一二啊，这个三个一二连连在了一起，这一二年的时候很火，对不对？就是要爱要爱要爱三个要爱2013年的1月4号啊。二零一三年的一月四号啊也很火，一三。 一四就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二零一三一四，爱你一生一世，是这个意思。双十一啊，我们刚刚过去，对吧？啊，双十一刚刚过去啊，现在都会这个购物狂欢节，对吧？买东西打折的地地方。那他当时是为什么有这个节日呢？是因为被称为单身节。你看，四个一在一起。 对不对？一就是只有自己嘛，对不对啊？当个光棍啊，光棍就是单身人士的意思啊，所以才会有这个节日的。那么七这个数字啊，在俄罗斯和韩国都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但是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不太喜欢这个数字，为什么？因为这个跟生气有关，对不对？ 但是随着现在的生活变化呢，这个七又有了新的意思，它和起、崛起、雄起啊是有谐音的啊。人们发现这个谐音了之后，这个做生意的人很喜欢用啊，尤其是这个非常看好，想要自己的生意有起色，对不对？能够做起来这样的意思，我们会选择七二呢。 本来是一个双数啊，好事成双，双喜临门。刚刚老师又说了，它有阴阳啊，这个和谐的意思，对吧？啊，那么但是在现在生活里啊，二啊一般被人认为是贬义词，不好的词，骂人的词啊。比如说二把刀，二把刀就指你对这个工作是一知半解的，非常的不熟练的啊，然后水平技术都不高，我们会说它是二把刀。 那么二二流子，哎、啊，这个在地方方言里是指那些没有工作的，呃，不认真的去做事情的，游手好闲的这样的一人。二流子，二愣子，这个二愣子，啊，是指什么粗俗莽撞的，说话不过大脑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很喜欢跟人去冲突的，吵架打架，哎，这样的人。所以“二”这个词在现在又有了。 啊，不一样的意思啊，形容一个人不分场合啊，不分轻重，说话不过大脑，做事也不想后果啊，傻傻的，愣愣的，哎，这个意思二、啊，所以现在人们不太喜欢这个字儿啊。那么三八啊，你看三八本来是这个一个数字，本来是指呢，每年三月八日是妇女节，但是在港台地区，香港和台湾地区呢。 这个数字是一个骂人的话啊，有骂这个人，他不分男女，说三八啊，这个所以这个有也有人说啊，这个三八是专门用来骂骂女女的，就说这个女的呢，女人举止不够这个稳重，不够端庄啊，所以这个三八是一个骂人的话，大家不要去轻易的去用啊。还有二百五，二百五这个词儿。 相信如果有同学啊了解的话，应该会比较清比较清楚啊。古代的这个银子，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哈，古代的银子是一五以五百两为一封。啊，一封啊，就是五百两为一封，那么二百五十两就是半封。嘛。这个封又与这个疯啊疯狂的这个谐音音就很同，所以有的人们就说二百五十。 傻子、疯子的意思，就来说那些做傻气、做事鲁莽的人。那么看看，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还有这样的一个十三点，十三点是上海人说的话，上海的。那么它表示的是呢，你这个人啊不懂事儿、呃，不讲道理，感觉你傻傻的、愣愣的，哎这样的十三点。嗯，它原来是指呃终生。 那么夏日下半日的一点钟啊，钟响十三下是不正常的，对不对啊？那不正常的啊，就说明你这个人也不正常。那么还有吃，有人说这个“吃”字儿，这个字儿啊，它的笔划是十三划，所以是十三点啊。借用这个痴字“吃”字儿说呢，他是一个啊不太聪明的人。这个“吃”跟傻是一个意思。 这是中国啊，现在文化里的一些啊关于数字不一样的历史，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啊。希望大家通过这节课呢，能够了解到啊中国人关于数字的一些知识啊，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现在的文化也好，数字都代表了不一样的文化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在你们的国家有没有什么关于数字不一样的含义呢？啊，比如说在西方。 啊，人们认为十三这个数字不好，对不对啊？所以他们的楼也没有十三楼，也没有十三层，啊，那这个不一样的文化里面对于数字的解释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啊。以后大家如果有喜欢中国文化的，可以对这个现象进入进行深入的研究。好的，那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这个呃收听啊、呃，感那个。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我们中文路的啊这个直播课啊，或者是这个一些特定的课程这个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啊。好的，今天课就上到这里，祝大家晚安，感谢大家来听胡老师的直播课堂，谢谢。 好的，同学们再见。嗯，希望大家以后多去了解哈，感兴趣就去了解。